上外木山海星游泳池的入口处被拉上封锁线，因为台风来了，基隆被列入警戒区，但还是有晨泳民众看风雨不大就跑来游泳。水没关系，柜子要赶快上锁，以免台风走了，东西也没了。门拢叫吹去啊！哎，无爱个顺顺看看，顺顺看看吼。哎呀，啊，你今仔嘛无来收哦？啊，这个风来天未来收的。要劝离的除了泳客，还有观浪客。幸好民众很配合，全都乖乖离开。发中心基隆报道。